期的主题是我家宝贝抗拒学习怎么办。如果我们对孩子的认识更多一些，那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可以提供一个怎么样的外在的环境。我就在那边跟他演，又唱歌，他就很有兴趣去学，从小栽培他对学习的乐趣，而不是塞很多的知识在脑海里。我们要给的呢是刺激孩子学习思考的题目。他不对没有关系，让他从不对里面去学习。爸妈加油站之爸妈好犀利 Asher 小太阳星期日晚上9点。